孩子，哎，你怎么吃呢？啊，我不饿，不饿我。这小饼肉菜呢？哎，我真不饿，我这给你加半天辣椒，你就恩将仇报你啊！孙子，赶紧吃啊，还要行动呢。嗯，就是你多吃点，行动耗费体力嘛。我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来来，先让你的菜起来。哎，行动了，走了，走。我挥手。作为一名人民警察，永远要尽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。报告。进来。哟，大腕回来了，这怎么这么快就散会了呀？潘大腕啊，实在是抱歉，本来刘局是要等你的，市委常委会都不参加了，专门等你，我们好说歹说才给劝走。我呢，就替你领了这个二等功的奖章。现在刘局是走了，这儿只有徐政委和崔局。嗯，我恨你们俩。棍子，来，妈妈，给我拍张照片。啊，我不会。小吕，来，哦，给我拍张照片。哦，这个角度啊，要这个背景。好嘞，邮局的牌子带进去。行啊。来来来来，黑头来，起来起来起来。哎，你起开，你给我颁奖。我给你颁奖管什么用啊？我又不是穿白衬衣的。没事，回头把你皮掉，换成刘局。嘿，看前面，一二三，下。我去！哎呀！爸，你回来了。啊。哟，小轩。小轩，来，婷婷，你妈呢？这儿呢，干嘛？看看我，你们俩好好看看我，看看我有什么不一样的。嗯。这什么呀？酒啊。毛铺子乔酒，你买的？啊。你没事买什么酒啊？净瞎花钱。这个酒跟其他酒不一样，它有健康活性成分，喝了不上头。我买这酒啊，是专门庆祝的。你庆祝什么呀？你们俩好好看看我，看我有什么不一样的。好好看看。爸，您又去做节目了？嘿，好好看哪儿不一样？啊？你是头上长角了，还是眼睛开花了？嘿，我说你们俩这气死我了，这。往这儿看，这是什么？爸，您立功了。二等功。马小轩同志，潘婷婷同学，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，也有你的一半。哎，你这次立功有没有给你升半级啊？怎么这么多年还是个科级，也不涨工资？你那一半没了。谁稀罕呀？哼。婷婷。婷婷啊，你不是问爸爸为什么当警察吗？这个就是答案。为了立功？不是，是意义。意义？对，人呐，活着就得要有点意义。当你找到了意义，你就会发现自己很快乐。爸爸立功啊，就是对工作意义的一种肯定方式。嗯，那我学习的意义是什么？你好好学习，就是为了以后的人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，这个意义重大呀。你比如说啊，你考试取得了好成绩，就跟爸爸立功了一样，这是对你的学习的肯定。爸，您特像个哲学家。还是你懂我。哎，我说你工作的事儿跟没跟郑光明说呀？我是觉得呀，你这次得了个二等功，应聘的时候应该更有分量。哎呀，我这教育闺女呢，你就别裹乱了。再说了，我给那私人企业老板打工，多挣几个钱有什么意义啊？咱家也不缺钱。嘿，你境界高，
没关系，我帮你问去。哎，你就中间别瞎掺和了啊！我不掺和行吗？你换工作这事儿都说了多久了？一直拖到现在了。哟，怎么了，婷婷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弄的？肯定是吃坏肚子了。你是不是放学路上吃了那些不干净的东西啊？啊？就吃了几串麻辣烫。你看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那种东西不能吃。明天啊，带他到医院去看看。嗯，我们明天还模拟考呢。舒服点了没有？妈，头有点晕。哎呦，那快上床躺着去，我给你找点药吃。哎呦，好点。你在那站着了，倒点水给他先漱漱口。那这是，咱们这可是正规公司啊，搞得鬼鬼祟祟。沈荣，哎，虎哥，你那边安排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就等您一声令下，这次一定让他把钱吐出来。家伙，准备怎么样了，哥？程家伙，行了，别闹了，拿着我看看。那这把呢？这把程家伙，虎哥，你不是要玩具枪的吗？别闹了啊！我拿出来。这还差不多。嗯啊。你就让我拿着这家伙，啊，带着兄弟们去讨债去，玩呢你？啊！虎哥，看着行吗？哎，这靠谱啊！铁桥，咱可不能……哎，跟你铁桥哥好好学学。来，包起来，我试试。铁桥，嗯。一块洗的干净，来吧你！啊，哎，快跟我一块走，一块。我不想跟你。鸳鸯浴，你自己去洗好吗？啊，我等你。不要着急，慢慢洗啊。哎。
别停啊，继续继续来。尺度还不够啊，来点激情。来，继续。出来！出来！不是。啊！林总，不认得我了？董虎，你们设计我？设计了。实话说，我也不想用这招，太掉价了。没办法，都是你逼的，相互体谅一下吧，我也不容易。都录下来了啊，高清无码。这儿没有什么事儿了吧？车里等我。好嘞。宽限我几天儿，我能不给你钱吗？我现在手头上没，我跟你说，我手头上一点钱都，哎，干啥啊？没钱是吧？啊，信不信我真崩了你？哎，看见没有，我这个兄弟脾气特别暴，我劝你呢，别拱大火。他要真急起来，我都拦不住。所以呢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。今天必须把钱给我拿来，要不然你就别想离开这个屋了。你这是不逼人呢吗？你这你只要把钱给我凑齐了，想怎么死，我成全你。别打！别打！谢谢。徐叔叔。嗯。我知道董虎是干啥的了。干什么的？他是黑社会。哼。你知道什么是黑社会吗？我当然知道了。然后你是警察，你跟他是朋友，所以这个我懂。你懂什么呀？小雪，首先我跟董虎不是朋友，其次我给你纠正一个概念，咱们国家没有黑社会，有的只是黑恶势力团伙。那他就是黑恶势力团伙。你为什么这么说啊？你知道点什么？小雪，你要知道什么，你不说瞒着，以后要出了事儿。我今天看到他们打人了。他用枪指着那个人的头，枪，嗯，就长的那种。你怎么会看见的？我就想知道他是干什么的。我一直觉得他不像是好人，所以今天我就跟着他们了。你坐下。我就看到这些，我心里特别害怕。
他们这是在干坏事吧？小雪，今天你回家，跟你爸，别说你跟我说了这个事儿。我不会跟他说的。吃饭啦！来，简单弄两个菜啊。嗯。我看你们这聊着挺热闹。谢谢。聊什么呢？还能聊什么呀？董虎呗。董虎。嗯。他又出什么事儿了？其实也没聊什么。我就是觉得徐叔叔跟董虎俩人挺像的。我跟董虎像？你别逗了，小雪，我跟董虎啊完全是两路子人。哎，你别说啊，小雪这么一说，我也觉得挺像的。像什么像啊？我是警察，他是个混混，你可别忘了，当年他犯事是我亲手把他给……没事儿。其实我知道董虎坐过牢，我妈跟我说过。不过我刚知道，是您抓的他。小雪，我说实话啊，董虎这人啊，人性不坏，还挺仗义。从男人的角度看，我不低看他；但是，从警察的角度，他如果触犯法律，那我一定要抓他。这人呐，活成什么样，肯定是自己的选择。有时候一念之差，就变成另外一种人生了。嗯。吃饭。喝口茶。哟，怎么着这是？还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了，上我这儿来了？连口水都不喝呀！废话少说，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找你吗？嗯，在我这印象里啊，你来找我还真就没有过好事儿。行了，有话您说，咱别玩敲山震虎那套行吗？枪呢？什么枪啊？装傻就没劲了。有人看见你昨天带人持枪暴力讨债。枪是吧？铁锹，把枪给我拿来。哎，来了！你看，我说有啊，枪，喜欢吗？送您了，跟我这抖机灵是吧？哎呀，棍儿哥呀，今儿你要能从我这儿搜出枪来，哪怕是仿真枪，我任你处置。持有管制枪械那是犯法，我懂，我也跟你说过。我董虎不会落在你们警察手里，那仙人跳不会是假的吧？你是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我说董虎，你是越活越抽抽啊，这么下三滥的招你都敢用，别怪我瞧不上你。你要是指控我有违法行为，你就拿出证据来。我今儿来就是给你提个醒儿，你要再这么玩，下回就不止我一个人来了。你这买卖原本就擦着边溜着缝，一把岁数了，再进去待几年，你让小雪怎么看你这个爹？虎哥，警察怎么知道仙人跳的事儿？不是昨天姓林的家伙报警了吧？你傻呀！报警不太可能吧？如果真的报警了，大棍子他不可能一个人来。况且我手里还有那个人的录像，借他十个胆子他也不敢吧？那个消息是怎么漏出去的呀？虎哥，我昨儿在停车场看到一人跟着你们进了酒店。谁呀？您闺女小雪。就以茶代酒，祝贺你啊！消息够灵通的啊。那是。早上嫂子给我打电话问你调动的事儿，我这才知道你又立了新功了。嗨，我让他别到处乱说去。你嫂子
他就这样。嗨，你跟我你还见外不是？我觉得嫂子这点做得对，这年头不比以前了。现在是坏事不出门，好事传千里。你这刚立了新功，这身价立马就得翻番。哎，你看这些踢足球的啊，拿了金靴奖、金球奖，这转会费立马就飙升，一个道理。嘿嘿，强哥，你就别忽悠我了，净给我画大饼。我看你啊，都可以办个人画展了。你还别嫌我办事效率低啊，我是琢磨着以你现在的资历啊，去张总那个公司，庙太小了，委屈你了。这两天我正给你签另外一条线，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，这样才跟你的身份相匹配。老张，谢谢你啊。哎呀，从今以后我的事儿就别操心了。我想明白了，我打算一条道走到底了。怎么着？我这身警服不打算脱了，干到退休也挺好。嘿，师哥，你这跟我玩漂移呢？你这速度也太快了，你摔我一大跟头，你这为什么呀？我这忙前……你还记得当初你为什么非得选择当律师吗？咱们毕业都20多年了，恐怕你都忘了吧？我可都还记得。我记得当初，你睡在我租的房子的沙发上，每天往律师事务所跑去应聘。我记得有一天你喝多了，光着膀子站在桌子上背刑法制，法令者，所以易暴扶弱，欲其难犯，而易避也。我记得你说你的理想是为了以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，你看看你现在，哼，钱没少挣，易暴扶弱的事儿没干几样吧？哎，说你呢，你扯我干啥？是啊，前些日子我有点迷糊了，我也不记得当初我为什么非要当警察了，可我后来记起来。我记得那天你喝多，我也喝多了。我说我的理想跟你一样，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。只不过你选择当律师，我选择当警察，咱们俩殊途同归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别说了。我知道你有理想，你崇高。师哥，你都是快50的人了，你谈理想矫不矫情啊？现实点吧，你跟钱有仇啊？我跟钱没仇。可我现在日子过得还行，我也不怎么缺钱。你非要让我多挣几个糟钱，让我委屈我自己，我觉得不值得。师哥，我跟你说句操心窝子的话，你现在这个岁数正好是黄金时期，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。我这岁数也是警察的黄金时期，我干了大半辈子，好不容易熬到这岁数，你要我撤摊不干了，我不甘心呐。喂，小吕，什么事儿？啊，是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回来。局里还有点事儿，我先回去了。师哥，改天聊。师哥。快点！哎，这位同志，哎，我们这边在拍摄，麻烦您从那边。这是我师傅，对对，这是我们一块的。哦，刚立了2等功。这位是导演。哦，那赶紧换衣服吧，一会儿没天光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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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哎，高杰，高杰，来准备了啊，马上准备了啊。我一看拍咱们专案组，您不在哪儿行啊？赶紧给您打电话。嘿，小李好样的，师傅没有白疼你。这怎么样？刚开始，刚开始。帽子呢？帽子，哦，我去拿。您先等，哎，快点，快点！我正好跟您说一下，省电视台呢这两天在咱们局这儿拍摄《利剑在行动》的专题片，主要是为了宣传咱们专案组破获特大洗钱案的情况。郭局是有指示的啊，这次呢正好是可以树立咱们平安市人民警察的形象，
也是给人民群众进行普法宣传的契机，要严肃认真的对待。这两天没事别请假。没问题，我全力配合拍摄。云南，你就放心吧，老喷子是老艺术家。各位都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马上吗？那咱们就开了啊！哎，按照刚才队列来一遍，来。导演，你看怎么样？正不正？正正正。哎，好，好，快抓紧抓紧。来，各位准备实拍了。利剑在行动，一镜一次。跟你结婚这么多年，你说我图过你什么吧？你的工作一忙起来，几天几夜的不着家，我说过什么没有？婷婷从小到大这么多事儿，我什么事儿麻烦过你？你可倒好，跟没事人一样。你是不是也能为这个家考虑考虑？是不是也能考虑考虑我的感受？行了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就为你调动工作这个事儿，你说我搭了多少的人情关系啊？还有人家小郑，为你真心实意跑前跑后，你可倒好，一句话就把人家给怼回去了。你说你这是怎么想的呀？你是不是立个二等功，都忘了自己姓什么了？我忘不了自己姓什么，我姓潘，三点水的潘，不是攀附权贵的潘。哎呦，哎呦喂，就你有骨气是吧？法律顾问那可是个正当职业，怎么到你这儿就成了攀附权贵了？你以为到那大公司做法律顾问这钱好赚呀？啊，人家凭什么给你这么多钱呀？这里面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再说了，说白了，让我去伺候那些私企老板，我可受不了。我当警察那是给国家打工，去私人企业那是给老板打工，能一样吗？给老板打工怎么了？还委屈你了？你别当我不知道你。你啊，你这个人说白了就是自私，你就觉得自己穿那一身警服威风有面子，可管什么用啊？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啊？这不钱钱钱老是钱呀！咱家现在缺钱吗？不缺呀，咱们现在小日子过得不是挺好的吗？你能不能有点危机意识？咱爸妈都多大年纪了，这往后看病啊，全是花钱的地方。他们都有医保，不用你瞎操心。你这翻来翻去的找什么呢？我找镊子。找镊子干嘛？拔白头发呀。我给你拔不就得了？不，你拔的不舒服。闺女，来，正好，给爸爸拔一下白头发。就这样。今天没什么不舒服的吧？没有，昨天吃了药就好了。那就好。一二三。哎呦，妈，我支持爸爸，警察这份工作更有意义。小屁孩，你懂什么呀？听见了没有？婷婷的价值观比你正。小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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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小雪，你，哎呀，生日是吧？爸爸给忙晕了，忙忘了，啊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啊，该打该打。沈荣啊，赶紧的，立马去给我买个大蛋糕送过来，越大越好，12点之前必须给我送家来，我闺女生日。小雪啊，爸爸让你沈荣叔叔去买蛋糕了，今天一定好好给你过个生日，好不好？咱们在等蛋糕的时候，咱爷儿俩
好好聊聊。叶大上的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啊，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上课啊。嗯，那怎么昨天有人在一个大酒店里看到你了？是不是跟踪爸爸？我没有。小雪啊，其实我心里清楚，你呢，一直都认为爸爸不是好人，在干坏事。好，既然这样啊，那今天爸爸就给你详细的说说我的工作，我想你有可能会感兴趣。我不感兴趣。啊，是这样啊，现在社会上啊，有很多做生意的人，他们缺钱，怎么办？贷款，就是去银行里借钱。银行里的审核制度非常的严格，而且时间还很长，他们等不及呀，那么他们只能去找那些有钱的人借钱，这叫民间借贷。可有些人呀，他不讲信用，借了钱他赖着不还，哎，你去告他吧，他就跑，躲起来，找都找不到，怎么办呢？在这个时候啊，这些债主就会来找爸爸，让爸爸帮着去讨债，把钱给要回来。我呢，就挣点这辛苦钱。那你说爸爸这干的叫坏事吗？那你为什么要打人家，还用枪威胁人家？因为他们是无赖。小雪呀，你昨天看见的那个人呀，他朝人家借了很多很多钱呀，赖着不还。你说爸爸，我要不吓唬吓唬他，他能还钱吗？所以，你说爸爸我是坏人吗？咱们再说说那把枪，其实它根本就不是枪，它是个方向盘锁。那今天啊，你那个叫徐叔叔的警察来公司找过我，问爸爸枪的事儿。你想想，如果爸爸犯了法，藏了枪，我现在还可能坐在你面前吗？早让他抓走了。那你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？闺女，咱们聊到点儿上了。爸爸，我呀，年轻的时候呢，没好好读书，外边瞎混。我呢，也犯过些错。我不瞒你，爸爸坐过牢。你知道那个时候，人家都叫我们什么吗？劳改释放犯，你看看，都刑满释放了，还叫个犯。可见当时社会都是怎么看我们的，把我们当坏人、渣子，那真是受尽了冷眼、鄙视，让人瞧不起。那你为什么坐牢啊？投机倒把。啊，这个你可能不知道。我再给你解释解释，这个呀，其实就叫这个倒买倒卖啊，搁在现在那叫做贸易，在那个时候是绝不允许的。我出狱之后啊，我就干过保安，当过司机，哎，还在工地上筛过沙子，你知道吗？小雪，你见爸爸欺负过老实人、好人吗？你知道吗？这有些债主啊，钱要不回来他就着急，让我去绑人家孩子，威胁人家老人，这些事儿我从来不干，我有我的原则，我只针对那些欠债不还的无赖，绝不祸害人家人。
跟你说这么多，知道是为什么吗？我就是想让你知道啊，别人可以把我当坏人，无所谓，我也不在乎。我只是不想让我自己的女儿也把我当坏人。哎呀，老了，这些事儿啊也干不动了。我想好了，我该退休了。等你上完夜大呢，我就带你回你妈妈老家，咱俩呀，把那个米粉店再重新开起来，怎么样？真的？真的。当时我妈做的米粉店可受欢迎了，每天都排队。嗯。那些配方我都知道。嗯。那到时候我就当大厨，当老板。嗯，你当老板，我跑堂。哎，回头要给我做一碗，让我先尝尝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现在呀，你沈荣叔叔肯定都让爸爸逼疯了。这个点儿哪儿买蛋糕去呀？肯定回不来了，咱不等他了。来，拿过来，许克云。哦。来，来，许愿吧。祝你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，祝小雪生日快乐，祝我们小雪生日快乐。来，许完愿吹蜡烛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，停停停停停停停！哎呀，贝涛，你真是没有经验，你不能老是后背对着镜头啊！你怎么拍不着你正脸来？你稍微侧点。哎，对对对，四十五度角，目视前方，抬头挺胸，对吧？你这样指指点点的，小李，你来跟贝叔配合一下，该敬礼就敬礼。谁呀？谁喊的停啊？哟，导演，不好意思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来处理啊。哎呀，这位同志，你看我们现场。除了导演能喊停，其他人谁敢喊停？您这不是找刺激吗？对不住，我不知道。这样，咱们不参与拍摄的，先在外面等候。好，来，记住啊，四十五度角啊，该配合配合。赶紧再来一遍了，咱们在外面候场。再来，导演对不住啊，来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来，实拍。好，哎，开机。走，预备，开始。一二三，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一十二十三。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，是。咔 ，OK 了，来拍特写了。盯着点啊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哎，你好，导演。你好。你们是省电视台的吧？啊，对，是。哦。那个王导你们认识吗？王春泽，就是我们这儿电视台法制栏目的导演。不认识。哦，那个陆主任您认识吗？陆德明。老陆啊，那是我们校友。哎，他还在市电视台吗？在，他是法制频道的主任。我们特别熟。我还想找时间找他聚聚呢。哦，好啊，一会儿我给他打电话，咱们一块聚怎么样？这不合适吧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他们这个栏目我经常去，嘉宾顾问。哦，对，我叫潘江海，导演你好。啊，对不起，先洗手，先洗手，洗手。来，导演来，谢谢。哎，导演，洗手液，洗手液。谢谢。导演，你们这省台的就是不一样啊，这拍的就是讲究。我们当电影纪录片拍的。哦，不光省台了，省公安厅呢，对这个片子呢都非常的重视。来之前呢，专门召开了这个主创人的创作座谈会，哦，强调要好好的宣传一下你们一线干警。嘿，真好哎！
导演。哎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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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导演，你们真是太辛苦了。啊，我有点建议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你讲。你看咱们这片子吧，什么都好，就这个片名吧，我觉得稍许一般。哦。你看啊，现在只要一讲到公安，那都是蓝剑行动啊，利剑出击啊。咱们这个片子叫《利剑在行动》，我个人觉得啊，稍微俗了那么一点儿。那您有什么好建议啊？您可能不知道啊，您拍的这个洗钱啊，主要是我们经侦队三名老警察联手侦破的。这三位老警察呀，在一起搭档二三十年了。这个组合呢，我们给他们起了个响当当的名字，叫“三叉戟”。值得。